各位同学，咱今仔要开始上课哈，大家请上座哈。啊，咱各位同学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好，那么心情应该开始轻松起来哈，因为咱过半点外钟，咱就要下课，要回乡哈。那么我今仔来讲这个流亡中华民国军政府。伊用对辣椒，就甲咱台湾人安尼压制甲安尼打底吼，啊，咱一个一个来甲看卖吼。第一，伊利用1947年228吼这个事件，有计划甲咱台湾人的精英，即个律师、医师、吼工程师。老师，即个师资辈有计划，安尼甲咱屠杀掉。即真侪拢是足优秀的科学家，吼、哦，即个教授安尼。啊，这是日本人开50年的时间，好不容易所训练出来的精英，伊安尼有计划甲咱屠杀掉。蒋介石部队还袂入来台湾进前，人因就拢开始咧调查各乡镇区有地方的头人，就拢列册造册啊！吼、哦，这个二八事件，把咱的精英抬了，这个精英是会当做啥呢？就是将来拢会当做台湾各地方的头人领导人呢。伊知影。因三流的中华民国的人要来管咱这一流的大日本的中国人，不，大日本的台湾人，因可能管袂掉，所以伊爱先把这些高人拢抬掉，伊要管台湾较会好管，哦，所以伊利用这个二二八事件，把台湾人抬掉。第二届美丽岛事件，蒋经国伊想要阁用这波。但是美国随跳出来杂志，甲借据，伊讲你爱公开内审判，哦，所以军阀大臣有无？即嘛蒋介石咧演予美国看的。但是为遐开始了，美国要求讲，你爱开放东禁、北禁，啊，予台湾人开始落去参选。参选这县市长哈，那么包括总统选举，你原来爱开放。那么伫这个情况下，你要看国民党真正足够用计谋的，好，伊用无公平的选举来咧选台湾人，好，啊，咱继续过来看下卡，伊甲咱的台湾的经济物价外国起错，好，因为。你若有钱，你就会当，比方讲，请几个下无呢？吼、哦，那么，伊甲咱台湾人用这个用钱，迄、那个40000换一块无？换新台币一块，你阁较好个吼、哦。你若原底你有40000，吼、哦，讲你即满有40000，讲算好个人，甲你40000换一块。你都要存1000块，哦，啊，若即马1000块，一工开就开掉伊安尼。啊，所以当时有人卖土地，讲要起大厝，卖咧吼，哇，计当讲40000换一块，伊本来会当起大厝，即马存会当起一支条啊尔，所以迄间厝起袂开，有准准吼吊刀自杀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为你若要抗暴。你要招，比如你这个头人要招人要抗暴，你强起码无嘛爱有便当方只，吼、哦，你出人，啊我出便当，啊大家来，吼、哦、来引导国民党。是啊，你看即卖民进党要办这个游行的活动，拢无多大动员，因为台湾人即卖经济歹，大家拢顾趁食，拼经都拼袂富啊，拢烦恼明仔去顿唔在对。所以
现在民进党办活动，人拢未济。哦，你们若要就五万人去哩，就足少呀。较早拢会当号称哦几十万人，搁就百万人安尼，即马困难啊哈。咱这经济明星本来台湾是足富裕的所在，未欠米的所在，因为咱的台湾这个宝岛吼，一年会当三收，两开的这个稻啊，啊寒天会当种杂粮哈，像番薯啦、番麦啊这方面的哈，大豆应该粮食足足的，但是我因来了。开始甲咱台湾呢，日本时代伫仓库留落来即个战备物资，糖、油、米、盐，吼、哦、啊，大多拢运送去因中国咧支援因的国共内战，煞造成咱台湾人物资一直波动，吼、哦、波动甲爱用四万换一块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造成咱台湾呢经济民生吼拢出问题。啊！因中国人有米通去食，咱台湾人拢专咧食番薯签。好，我番薯签食足济啊。好，过来用，甲大地主变小地主。大地主本来是地方的头人，我那伫当地化水会简单嘞。伊即马甲你用耕者有其田，还是三七五减租，好不？把这些大地主都变成小地主，好、啊，你原来准备了去啊，好、啊，所以你就甲看，你若要领导抗棒抗暴，第一个爱有精英，第二个爱有钱，哦，第三伫地方爱有势力的，这三个拢无碍事，台湾人就软卡去啊，无人起来会当领导，欠人欠钱。欠不住哈，过、哦、来，二八事件以后，用白色恐怖来压制台湾人。你若讲话不合国民党听哈，都、哦、用举报，连面都无看的人，都可能拢掠去这个立德官哈。哦啊！咱台湾人背下煞有一句话讲：“囡仔人有耳无嘴，吼、哦，饭加食寡，话减讲寡，吼、哦，因为敢若讲话就会出代志，会用来关，吼、哦。啊，白色恐怖就搁有二八后壁搁有清乡，吼、哦。这个、清乡的动作就是讲，若知影讲地方搁有啥物残余势力，拢甲你尽着，吼、哦。”过来，利用敌性反转、身份错乱的愚民的教育。啥物话叫做敌性反转？咱大日本帝国当时是跟美国、跟中国咧修战的。啊，即嘛战后，日本天皇8月15日宣布投降了。麦克阿瑟一般命令蒋介石的部队来台湾了，当即来台湾，就宣布讲。从10月25日开始，吼、哦，咱台湾人拢已经变作拢回归祖国的怀抱，拢变作中国人了。啊，咱本来是日本的台湾人战败呢，啊，即马回到战胜国中华民国的怀抱，啊，咱拢变作中国人，啊，拢变作战胜者。大家本来拢做密切的，系啦。咱建书啊，咱互占领个军来要甲咱管啦吼！我即摆摇身一变，大家拢嘛准跳过要做中国人，要做战争者的国民。所以台湾人短视近利，小可用一个语言甲你骗，你就要骗到讲准去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，吼、哦！造成安尼情形，你心里拢错乱去啊！你本来堪是敌对，你即马煞堪伊徛江边啊！当然，那安尼算计落，台湾人较算买算输，尤其因个用买票的方式哈，也讲着讲
假的民主选举，这个民主选举根本拢假的嘛，因为起跑点无同。中国国民党，伊没收日本时代留落来日散，好、哦，当作伊国民党的东山，遐物件，就拢叫拢是咱本土台湾人的，好、哦。那么伊有伊接收伊接收，好、哦，唔是接收抢劫的劫，伊甲咱接收去，所以发展伊国民党的系统，收买黑道的。现在在投票用钱买又用生命来给你们吓、哦、请黑道晚上去到你们家拿钱给你，你如果收来他的衣服掀开里面有关公有妈祖，关公妈祖都有看到，你有收你就要投给我、哦啊、你看、啊、民进党靠钱去买票，所以这个起跑点根本没同款嘛，就像说要走100公尺的短跑，国民党在头前50公尺，我们钱踏在头前，我们为起跑点，我们要走的赢，要选举要选的赢、哦、所以他简单只用这的就把我们台湾人饲到服服帖帖、啊、我最近还体会一个语言，他用语言把我们的精英可以说创到台湾精英没机会，因为日本人所训练下来这些精英日语都写写球、哦、那些老师那些教授那些医生律师科学家他们来了都要重用，也要说北京语的，要讲国语、哦、因为北京语当作国语的、啊、我们台湾日本人训练这些精英根本无法度进入国民党的系统里边，因为你刚才要讲日语，你不要讲阮中华民国的国语啊、哦、北洋语，所以台湾的精英就无法度入去因的行政系统，包括因的特考、高考，因用省份的比例，因中华民国共有35省，啊，咱台湾有那其中的一省，所以那咧高考。特考台湾人是35%而已、啊、你敢想讲台湾人迄阵有600万人，中国人来有到尾200万，结果因200万的人吼占34%，啊咱600万的人敢若占35%，你看咱的精英要入去到因的管理系统、行政系统真困难哈、哦，这就是。用这几招，台湾的高人拢伫外口，无法度入去统治阶层哈。那么这张啊，就是这个40000一颗新代表有无？奉令，这是行政命令，以40000比1元折成新台币。你去较好个，即届就差不多拢爱破产了哈。但是咱为只看，咱来咱看了讲。是安怎？有只会当看到讲台湾的主权还无变更，好、哦，即你注意看哈，1950年哈，因、哦、用40000一块。如果台湾呐已经回归中国，变作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那么伊应该爱既然要换币制，本来是台币嘛。伊乃用新台币，伊乃不要用中华币，就是代表讲伊无台湾的主权，你袂使发中华币，哈。因为你甲看，美国有美金，哈，法国有法郎，英国有英镑，日本有日元，哈。啊，你既然你中华民国，你要换在台湾，要管台湾，你要换新币制，你乃不要发你的中华币，好。所以有只海顶看了讲。一直到1950年，哈、哦，已经要占领要五东啊，台湾还未移转予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的主权。好，啊，咱来看这个拢外来物种，哈、哦，这尤其这两项番薯甲番麦啊，哈、哦，这有救到真侪台湾人，因为战后
一寡迄个水利设施、电力，哈、啊，因为你做田，你爱用着水，啊，要烹水爱有莫大，哈、啊，啊，你若无电，哎、啊、呀，水利设施全轰炸又美军炸歹呀，哈、啊，国民党来阁作很慢，哦、啊，要复原的速度作慢，所以真济水稻无法度种，但是进行较免用遐济水。所以这番薯甲玉米，我来救了真济台湾人哈。啊，你注意甲看，这个外来，伊这个番石榴，啊，这个番茄，啊，这番仔姜，这番薯、番麦、番仔花，外国礼拜拢甲叫做番。因为奇怪咧，啊，我平埔族的，啊是高山族的，咱嘛是方叫番，山顶的讲青，啊山下的讲色的，哦，山顶的青番，山下的色番，啊这唔对嘛吼，照讲是蒋介石带来遐是外来政权，因唔开始番，对唔对？啊，咱是人，因是番，我们要把他们当人看，对唔对？好安尼，啊，这只吼，去年啦吼，这即马讲去年啊，去年这普悠玛，这新的这个，较早有一个做，啥物号？泰鲁哥号，迄阵阿扁啊做总统的时，迄阵为日本引进的，啊，那么伊啥物号是倾斜式的迄、那个列车啊，啊，即马换马研究去哩吼。伊也要学就对啊，哦，啊，即马就去创这一只叫做普悠玛号，啊，结果第一只运来到嘉南港口，上就这个迄个铁路吼，啊，驶到迄个月台，等于入到月台啊，有无？有够两公诶，啊，徛伫啊吼，啊，得啊用迄个电破击电钻安尼甲月台拍掉，你看有含无？啊！你表示讲中华民国马英九的政权，因的监工单位弄咧了摸鱼的对吧？到迄铁路都自日本时代到即马，迄个轨道外宽就是外宽，啊，车厢应该做外宽，即固定的吼，竟然会做甲上大只，还去开到月台，吼、哦。啊，这普悠玛号吼，我看啊，就改做普隆公号啊。哦，啊，这只吼、哦，咱头拄仔讲外来拢叫做番，哦，咱的网友原来甲合作讲，这只甲合作红面番鸭，哦，还有声吼、哦，红面番鸭吼，好、哦，好，外来拢番就对啊，吼、哦，哦，这有甲合，讲甲合作红面番鸭，啊，这初号已经出好啊，吼、哦。有声啦吼，好 ，OK， 哦啊对，好，迄、那个小蔡甲换一个吼，好，因为这个我这段好多我头几年无讲啊，我向王想着讲啊，把它提出来跟各位分享哈。啊，另外一个就是讲，咱咧讲，因遐老兵讲老乌啊，啊，咱就做韩籍啊，好、哦，这蛮唔对呢吼。哦因为蚵仔是咱本土的物产，番薯吼，番薯是较是外来，所以咱真正蚵番薯搞不清楚呢。因爱叫做番薯，啊，咱是蚵，哦，咱是本土的，哦，对不对？所以蚵番薯莫搞不清楚，哎。来，我今麦来讲这个最近这个。乌克兰哈，伊这个克里米亚这个自治共和国，伊会荷兰有啥物款的启示，咱来做一个了解哈。来，这个铺设的这大片，这个就是乌克兰哈，啊，伊的首都里就是基辅。那么克里米亚就是这个半岛里这，啊，这有一个塞凡堡，这个俄罗斯的海军的基地。因为中苏联玻璃家，就是俄罗斯的黑海舰队，
要出去到大西洋哈，拢爱为遮出去，哈。那么，其实乌克兰国家本来有分这条溪哈，东边叫做东乌克兰，西边叫做西乌克兰。啊，东边是迄个俄罗斯甲并吞去哈。啊，那么西边这个西乌克兰已经是波兰的领土。啊，因为第二次战后了，哦，迄个俄罗斯甲并吞去哈，啊，并吞了，哦，变作一个乌克兰一个联邦。那么当初克里米亚伫1922年，哦，独立变作自治共和国了，嘛是加入去乌克兰联邦，然后佫加入去苏联的联邦内底，哈，好，那么。俄罗斯伊即马即黄色个即拢叫做亚速贡吼，拢位置经过乌克兰，通过去卖去哦欧洲，哦德国啦、法国哈、啊瑞士即人家国家吼、啊。那么即、這个亚速足重要，就是讲，因家拢冰天雪地到寒天吼，拢落雪足寒吼，拢零下二三十度。那么乌克兰。伊个家属80%爱甲俄罗斯买，啊，因为俄罗斯堪伊迄阵是算同盟吼，那拢是共一个联邦内底，所以可以用足俗个介绍，用差不多国际行情的三分之一来卖，吼、啊。那么但是八年前，因为乌克兰都因苏联解体了吼，经济真歹，吼啊，所以欠俄罗斯的这个家属钱，吼、啊。所以伫六年前2009年。俄罗斯甲断天然气甲断掉，吼、哦，即个人官司足侪哈。啊，所以即届本来即卖即个原地即个总统向罢黜去即个哈，或者米诺诶、欸、米诺塞尔奇啊，伊哈伫选举时骗讲伊若当选了，伊要加入欧盟，哈、哦，要参加欧盟，啊要。有西方的这款民主制度的对吧？结果俄罗斯哈，伊、哦、用150个美金甲成，因为本来都差不多3-4个月前准备要跟欧盟签嘛呢。啊，俄罗斯这个普丁总统随加这个总统讲，来你卖加入欧盟，你加入阮这边只哈。那么我一定给你150亿个。诶，经济援助，吼、哦，那么你的家属我会当去比三分之一，佮较俗互你。我爱阵准变盘，准活过啊。因为伫即近年来，乌克兰要欠俄罗斯20亿个即个美金的家属钱无啦。啊，伊两年来，伊即个外债要欠人350亿美金，吼、哦，这天文数字啊！这若无经过援助，伊会崩盘啊！所以听到这个俄罗斯普丁要援助伊100亿，伊就准规个活过。但是即马乌克兰的人，伊都不爱事事行行拢许俄罗斯控制掉咧，一直要挖回欧盟这边来。所以伫基辅这个首都遮的因个独立广场，吼、哦，一直咧示威游行，吼、哦，啊，造成到尾啊，局势一系变化，哈、哦。因为因遐连因遮总统的边啊，遮思维拢反叛，吼、哦，所以造成伊啊逃离乌克兰，吼、哦，走去秘俄罗斯这边。那么这个地图应该看来佫较清楚，哦，这个就是乌克兰，嘛，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。那么这个总统哦，绕跑走来伫这边，这个。顿河畔罗斯托夫这个所在，哈。那么台湾真危险的人呐，看这个作同款的克里米亚作同款的，因为克里米亚内底有20%差不多要60%，是拢俄罗斯裔的人，拢讲俄罗斯的话。那么这边叫一个乔治亚，乔治亚伫八当前2008年。俄罗斯迄个入侵，哦，佮占领寡土地，
迄个土地内底就是原来大部分拢是俄罗斯裔的人，啊，伊要甲占领是用啥物步？伊先带边界者发这个俄罗斯的公民护照，和乔治亚遐人，好、哦、发甲差不多啊，伊甲宣布讲，伊为着要保护伊俄罗斯的侨民，所以出兵去甲占领。伊讲遐拢全拢供应俄罗斯话的人，好、哦，啊，进克里米亚嘛，介同款咯，哈、哦，啊，咱来看，咱来甲克里米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，哈、哦，伊的人口差不多200万尔，哈、哦，那么面积差不多台湾的1/3大，伊的民族的比例。俄罗斯人占58%，乌克兰人占24%，鞑靼人哈占12%。那么，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克里米亚，伫1922年就切割哈独立了，加入连那个乌克兰，变成伊的自治共和国。但是，因这个乌克兰嘛就搁加入这个苏联联邦哈。那么，因的语言。是用乌克兰语做官方语言，但是你注意哦，大多数的人拢用俄罗斯语，啊，这跟咱台湾的情形，你甲想，台湾即马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差不多80%以上拢用北京语咧做沟通主要的语言，你若叫人家30岁以下的少年，若讲台语，拢讲到会使讲不得不进。啊，不就超年代，好、哦。那么，在安尼情形下，台湾足危险的。大部分人就搬迄个教育，甲变作讲，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。啊，那安尼阿强阿讲，我要派兵来保护台湾，吼、哦。诶，中国人，即讲中国话，中国人，吼、哦，安尼是毋是对咱台湾是真大的危机？啊，这有和咱的 case 哈，咱来参考看卖。好，那么咱的语言政策要安怎，较好些哈？咱来注意看，即我有写美语、日语、台语来对照北京语、闽南语甲客语。啊，进来底你有发现讲，这两个共识的台语甲闽南语，那无共款吼，那无共系，无共位。其实你注意甲看，闽南语是闽南来，闽南语哦，这拢是中国那边来，北京语中国来，哈、哦，闽南语，福建简称闽，啊，福建的南部叫做闽南，就是漳州、泉州、厦门这人所讲的话，就是我今麦咧讲这款口音的话，哈、哦，叫做闽南语，啊，咱台湾人拢甲这当作。咱的台语大错特错哈！你还个想讲，这是外来语，我头拄仔咧讲的，外口来拢翻，这是翻阿咧讲的话啊！哈，正港的台语是啥？你知？就是即马高山族，因13族，还阁有真侪人，因的话语无碰见，因为日本人来。无完全用强制压迫，叫你拢爱讲日语，所以因日语也会讲，因家己的族语，无论你是台湾族的，还是泰雅族的，还是其他什么阿美族的，因的语言拢要保留落来，无像中华民国蒋介石来作恶一个，用强制高压手段叫咱拢爱学北京语。啊！你甲想是安怎？所谓的闽南台语，咱大家拢遐个讲。其实平埔族就是因为真可惜，平埔族的语言，包括高山族，拢无文字，所以要保存较困难，尤其很容易被消灭。因为要消灭一个族，都要甲消灭伊的语言。那么，咱的语言会。族语的拼音从对开始，
为郑成功来台湾开始。哦，荷兰人来，1964年嘛，1624年，荷兰人来占台南安平、安平港这个所在，哦，底下起热遮兰城，啊，底下用罗马拼音，把希腊雅族的语言用罗马拼音，哦，来编圣经，然后把遐个消融社，哈，啊是。马多社这些人，因讲有做番阿客吼，就是平埔族的希腊雅人，若要跟汉人好，还是要跟荷兰人要签合约，因是用罗马拼音拼希腊雅的语言，所以叫这个番阿客啊，番契哈。在安尼情况下，荷兰人你甲想？讲迄个尼格，1624年，荷兰人嘛去占领美国纽约的曼哈顿，啊，结果呢，咱纽约即马变作全世界上大的一个都市，啊，咱的安平呢，咱的台南没落去啊，好，啊，这就是许郑成功害。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，啊，因为伊变成讲伊成功，咱失败，吼、哦，啊嘛是因为伊把闽南语抓来，因为郑成功迄阵咧反清复明，拢伫闽南地区咧招兵买马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因遐人来拢总讲闽南话，就是我即马咧讲即款的口音的话。包括因的军师陈永华，我他妈台南市为了纪念这个陈永华，佫有一条路叫做永华路，对不？陈永华做军师，吼、哦，伊台南先起迄个孔庙，叫做全台首学，叫咱用闽南语去读，因。明朝留落来这册，哈、哦。那么你甲想，台语嘛，这个闽南语就是迄当时的官语、官方语言。啊，你甲回想讲，日本人来甲咱统治台湾50冬，就甲咱阿公阿妈、爸爸妈妈，真侪语言拢改变。阮爸爸妈妈因同学会，那日本的同学会，哈、哦，大家见面，大家拢嘛日记写写叫。用日语来做基本的一个沟通的语言，50冬就甲咱改变了。何况讲当时为郑成功来，包括清朝212冬，近212冬，大清帝国派官员来台湾，拢就地取材，就拢闽南沿海，哈、哦，啊个广东沿海派官员来台湾。所以嘛有真济广东来就讲客话，客话嘛伫头九庙这个所在，就当作这个地方的官话，吼、哦。啊，其他所在大部分都拢用闽南话做官话，所以你看200几年，当然咱平埔族都要同化去啊，因为因有文字，啊，你若学会晓因的话语，你就会当进入伊的。通知的这个行政系统里面有较好的待遇，好、哦，所以台湾人当然也会上进，我也想要我要学较要讲官话的，不然会这样进入他们统治阶层的精英这个阶层、哦、所以除了这个台语以外，剩的这些都是外来语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认为咱以后爱把日语当作咱的国语，但是以美语做咱的第一语文，哈、哦，其他可以把它当作啥官方语言。那么卖个轻视，卖个歧视，大家拢拢平等，哈、哦。但是日语因为咱要个大日本帝国的台湾，所以咱来用日语做
咱的国语哈。啊，美语是为着安那实用、甲经济、甲科技的方面，因为即马全世界科技上强的拢是英国还是美国，啊，因所发表的科学论文还是学术论文，拢总是用英语写的较济。啊，你要跟全世界做生意，即马全世界上强、上通用的语文就是英语。这是一个国际通用的语文。那么，咱大日本帝国无欠讲日语的人才，但是大日本帝国足欠讲英语的人才。啊，日本人咧讲英语，迄、那个腔调吼，外国人听无啦。因为你敢若讲大卡车，英语讲 truck。结果因讲拖拉库，哈、哦、啊！伊咧讲吼，咱的牛奶啦，哈 ，milk， 哈、哦，啊，日本话讲 milk 啦，啊，这个口音外国人全听无，所以台湾咱来好好发展，台湾人拢列英语为第一优先，哈、哦，美语为第一优先，哈、哦，那安尼这经营，台湾本来是一个。就是一个科技岛啊！啊，哪天佫结合全世界一只科学家吼、哦，国际人士来好啊发展台湾的经济哈。过、哦、来国族的认同哈、哦，咱是大日本国的人哦哈、哦，大日本国的台湾人，这台湾人是包括平埔族甲高山族这些人来对照中国人啦、啊，还是华人啦、啊、汉人啦、啊、唐山人。这跟咱无共系统的哈，你要注意，因为咱的血内底85%是高山族甲平埔族的系统，你莫为了讲啊，你都有一出出来汉人的系统，你来否定85%的这个咱本土的台湾人的基因哈。OK， 过来，国王跟新房，啊，这个忠诚度甲叛离这个问题哈，国王。你要有军队，要有好的这个军事设备，吼、哦，枪炮、飞弹、军舰、飞机。但是你有这些设备，有这些人，但是恁这些兵啊，伊的心理状况安怎？这个上重要。因为你有敢那空有好的设备，啊，若无保卫台湾这个心，保卫家园这个心，发了一个战争的。器械逃亡，啊，无采咧开钱哈。因为包括像中国，因较早起的这个万里长城，当初是要防范外族来侵犯吼、哦、北方的这些外族。啊，起这万里长城，这包括用咱即卖科技落去起，吼、哦，原来是浩大的工程，爱开有够侪钱。但是，敢有路用？无效嘛？你甲看明朝。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啊、哦，还是其他的朝代，引用钱买收，叫什么天下第一关，什么山海关，还是什么关，用钱买买通所谓，伊就门拍开哦，你入去啊，哎，城墙较高嘛无效，好、哦，所以新房上重要。就是过来，就是迄个忠诚度啦，哈！你袂讲为了一撮仔钱，你就出卖家己的家园国家，哈！好，咱的防卫策略，咱是爱联合美日台来对抗国民党甲共产党这两个政权，因为较早国民党甲咱加工，咱爱反共抗俄、杀猪拔毛，好无？啊，他怎嘛呢？人因国共一家亲。啊，不啊！咱台湾人较发现讲，啊，原来因共国的嘛，啊，佫是共一个黄埔军校出来的嘛。因为迄当时孙中山咧荣共的时，吼，啊，苏联提供金钱，互因创办黄埔军校，包括内底枪机嘛是苏联的设备。然后你甲看。用蒋介石做黄埔军校的校长，
永周恩来做教务长。哦，啊，所以根本因原地炸的国军、共军都是中国军，也即个有影就对。好、哦，所以伫安尼情况下，人因因个国民党会当联共制台，啊，咱煞袂晓讲联合美日台，好、哦、来防卫，何况美日安保条约包括台湾。啊，咱戆戆，要听马英九咧讲，用毒美牛，要互咱台湾人反抗美国，讲啊，这美国真歹心，啊，用马基奥，甲伊个男朋友咧拍台湾这司机的事件，安尼连续几礼拜电视一直做，就是要挑起咱仇日的情绪，哦，咱无中这个计，哈。过来，咱来防范里应外合，即中国难民。因袂堪咱共心啊！哦，有一句话讲：猪堪狗，毫无共声啊！哦，那么咱即马来，我若真佩服美国人，美国人，咱台湾民政府成立，伊第一个事项就叫咱爱发一张台湾政府身份证，爱分类分得清楚，甲台湾人甲中国人。用这张身份证分得清楚，都要本土台湾人吼、哦，本土台湾人才会当摕着 TW 这个身份，有这个 TW 身份，这个人才有资格在台湾民政府以后执政的时做公告人员。啊，那 CE 吼、哦、，Chinese exile 就是中国流亡难民，因这个身份的人无资格做公告人员，嘛无资格参选吼、哦，包括。比算机也是去投票，所以以后台湾的前途，台湾要公投什么事项，是拢咱本土台湾人有这个 TW 身份的人在选举在公投，所以以后就无蓝绿对抗，哈。啊，所以这美国我真佩服伊，首先就甲咱用这张爱那个法，叫大家爱来签这张，来代表讲你是本土台湾人，哈。那么新加坡，玩一个小小的国家，吼、哦、啊，嘛有一挂咱会当学的哈、哦。啊，因为伊有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强势领导人，吼、哦，李光耀总理哈、哦。那么对照咱台湾民政府，咱林秘书长林志兴，伊坚持法理，伊注意读这个战争法，了解台湾的国际地位了。伊坚持这个法律，发现讲，这个事啊，根本就是伫美国家，爱为美国家开始淘气，所以去告美国，哦，告到伊安尼，挡袂牢，走跳起来讲，放弃抗辩权，哦，啊，当然，这几年来，哦，这七年外来，风风雨雨，但是伊真坚决，因为伊知影讲。伊行这条法律的路是对的，这条路，伊袂随便予人来个动摇伊的意志，哦，所以伊有带这个使命感，要救咱台湾，要甲咱台湾带出一条生路。啊，伊发现这条生路，哦，伊就全身全，也在讲全年无休，全心投入，有闲的时间就是咧编资料，咧写文章，哈。啊，所以咱足需要有这款意志坚定。带有天命使命感的人来甲咱引带，吼、哦！我自我第一个听到伊演讲，就对伊对个只嘛，吼、哦！我对伊，我感觉与有容焉，吼、哦！咱今日对个路人，吼、哦！因为我过去参加民进党，佮跳过建国党，到尾啊，发现讲拢行唔着路呀，吼、哦！过来，李光耀。伊把英语列为因的第一语言的政策，好、哦，你注意看，因新加坡人会当用英语沟通的有占80%，用华语沟通的65%，这华语就包括闽南语，包括广东话，好、哦，还是客家话，还是其他地方的方言，马来语17%，印度的塔米尔语4%，那么。新加坡本来是加入马来西亚联邦，
但是马来西亚这个联邦吼，因独尊因的原住民的马来语，跟李光耀的理念无同。李光耀是较希望讲，这些拢拢叫做官方语言，哦，这些人拢拢官方语言，哦，所以尾啊，加利维了两三年后，伊就忍痛退出马来西亚联邦，家己独立，变作一个新加坡共和国。好，那么。但是新加坡的宪法规定，马来语是因的国语，其他这拢种叫做官方语言，处于平等的地位。好，啊，伊当初会把英语当作第一列为第一语言，就是、我拄啊讲的，将来经济、科技拢需要用到英语。啊，这个英语就会使讲全世界上通用、哦，上好的一个语言，哦。啊，所以在安尼情况下，另外因新加坡这五六十年来变作全世界好上、哦、好的一个花园城市，哦，建设个美轮美奂，咱台湾人做足爱去遐佚佗的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么。因为这个是我咱法律电招的人咧用哈，啊，因为拄啊两届尔，我拄啊做讲过两届尔，啊，可能过电招的次数就无遐济啊。我想好不容易做这个，吼，我有体会，啊，提出来跟大家讲哈。那么有去看，看弄这个电影的，举手我看嘛，我真少呢哈，哦，确实真好看哈，真感动人。内底所讲的话语，95%拢国语，啊，你莫叫做北京语，拢讲日本话啦。干那还要5%讲闽南话尔啦，吼。啊，伊即马哪样拢咧批评，伊的媒体拢咧批评讲，啊，这拢咧媚日，拢咧做黄民。咱较早的咱的许多人，大家拢嘛黄民。人因讲自己讲个足自然嘞，哈。那么日本因为做，啥做全世界一流的国家，就是因当初的明治维新脱亚入欧，我拢放弃中国那边的这个，哦，明朝、唐朝遐的思想、遐的儒家思想，跳去个欧洲学，去个美国学，二十几年后，人伊就。国家拢强开，甚至甲大清的伫甲午战争，甲因的北洋舰队，伫几点钟内都拍个密密麻麻，吼、哦。那么，这个看弄这个情形，就是讲，伊内底所讲的有三个族群融合。伫这个日本教练近藤教练，伊组成一个球队，伫1931年，摕到台湾的代表权，去到日本的甲子园。哦，这种棒球界圣地，去啊，拍个冠亚军。好、哦，当然因为啊，连续迄个投手，因为伊第四场的是手破空，吼、哦，鼻气流血，啊，流血，迄球骨都控制袂好势，所以甲输去。但是因个无共做种族、高山族，啊，过来日本人。啊！甲台湾人迄、那个平埔族的，因即马报纸、电视拢咧讲是三个族群：原住民、啊个汉人、甲日本人。其实这个汉人唔是啊，这个汉人是叫做平埔族啦。吼、哦，因拿军咧吼，遐、哦、蓝色媒体做爱甲台湾人甲用作中国人汉人安尼。吼、哦，所以你莫要骗你，你若看到讲哦，这个是。台湾人哦，伊即马咧讲原住民的，敢那原住民是台湾人，汉人是中国人，啊日本人，安尼做伙组一个球队，团结合作哦，同心协力，为了一个目标，来拍赢冠军回来，摕甲子园冠军，哦啊这是，咱没有卖要骗你讲汉人哦，是平埔族，好、哦，好，那么，另外这个中华少棒队这个红叶队这个哈。这是做假，因为
当时和歌山的日本的冠军队来台湾友谊赛，咱是派红叶队，遐个毕业去的超年呢，遐个在讲半大人啊，佮转来假造身份去看人比赛，也在讲用大人去攻击，看囡仔讲，当然讲赢，但是蒋经国好欢喜个，终于可以扬眉吐气，咱甲日本欧扣打败，安尼啦。所以咱唔好用洗脑，迄种做假，人看到这个精神是真的哦。因内底你看，因内底有两个是已经毕业出去啊，无多代表台湾去比赛，迄两个人靠噶。但是因日本人就，你毕业就毕业吧，你就无资格代表这个嘉隆农林学校去比赛哈。好，因为今天时间超过九分钟，我讲到这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咱即马下课啊！好，下当啊，麻烦把恁的椅啊吼，立起来都要定扛一下。好，麻烦把椅子吼拿到桌子上放。宜兰州的。